你们猜猜这里面是啥子呢？你们没有看错，我又来过冰块了。这次来过个不一样的，里面是水晶宝宝，真好看。这个是我已经准备了好几天哦。我这次学聪明了，我看别人挑战都是用这个保鲜膜裹起来才成功的，我觉得我也可以成功。这个时候你们需要给我点个小红心，这样我会完成的很顺利。接下来我就闲溜了，你们慢慢看。要把它过厚一点，然后切给你们看。记得关注我，过两天更新后续。